男艺人公主抱的差距有多大？白敬亭抱郑和惠子这段简直就像从漫画中走出来一样。不仅如此，当白敬亭抱着赵今麦时更是氛围感满满。而王一博本想公主抱程潇，最后连抱都没有抱起来。张云龙的狮身公主抱简直绝绝子啊。而当陈伟霆抱秦海璐时差点闪着腰。这就是我一辈子想而抱白百合时面部表情简直不要太丰富。张新成抱吴倩这段简直不要太轻松啊。而李兰迪被抱时却画风突变，最后竟然利用机器合成。林更新抱赵丽颖看起来费劲的不行。想要救你，但实在抱不住，但实在抱不住。抱我！你必须得这样。对啊，就抱着。热巴轻轻松松抱起杨幂，还顺带转了个圈儿。